小月，我到处找你，怎么了？你留校名额不要了吗？论文也不想完成了。啊，不是，你怎么说放弃就放弃啊？燕离，我这段时间想了很多，我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？我念这么多书又是为了什么？但我现在想清楚了，我不想再被学位、留校这些事情干扰。 啊，徐阿姨，啊，没什么事儿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要不是马教授打电话给我，我都不知道你要翻天了。庄远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啊？我只想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 你现在就留校啊，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你知不知道这个留校名额有多难得？难得，难得我就一定要接着吗？我现在只想做真正的科员。那只是暂时的，再多熬几年，然后你就能当上大教授，这不是你从小的梦想吗？这是你的梦想，不是我的。那就当是我的梦想好了。 庄远，你爸和我都没读过什么书，但是我知道，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，才能让你过上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。这是我能想到的，你最好的出路了。现在机会就在眼前，我绝对不会允许你任性胡闹，说放弃就放弃。你跟我去见教授，让他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我不去。走啊！我说了，我不去。 你想干什么呀，庄园？我晚上要去给英子过生日。你们这一个两个怎么了？都跑来过来给我过生日？英子，我和关超结婚的时候，你忙前忙后的，我们应该也来表示一下。是啊。听关超说，你小时候最喜欢过生日了。有吗？哪有？哎，你忘了呀？你17岁那年过生日，我们没准备礼物，就给了你信用卡。你非要跟我们闹着什么？我要跟你们绝交。 你别说信用卡这事儿啊，他们都兑现了，现在就差你的了。英子，我可是为了你把这次出去旅行的机票都退了，看着办吧啊。那这么说，你本来没打算跟我过生日啊？<笑>本来还以为你们要过二人世界。过什么二人世界？哎，英子。 生日快乐！你疯了吧，庄园？关超婚礼的时候，你说一辈子就一次，所以你去了。银子过生日，每年都可以过，怎么就值得你连未来都放弃了？妈，你把因果关系搞错了，我不是为了银子放弃未来。 这是因为这根本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。什么时候这么任性？以前没任性过，我现在准备任性一次。妈，从小到大，我什么事情都听您的，您帮我安排，帮我选择，替我做决定。 但是您问过我吗？你有问过我这是不是我想要的吗？我做这些事情我开不开心吗？我今年30岁了，我可以为我自己的选择负责。一切你的安排，
我受够了，是我逼你的，是我让你受够了，我知道。